统佐科威在西爪哇省茂武行宫会见了前来印尼进行国事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据印尼央行的记录，1月2日至5日一周内，从印尼金融市场净流入 8.05 万亿印尼盾的外资。中爪哇省梭罗市今年的迎春活动比往年更热闹，当地格迭集市和格拉达区点缀了5000盏亮丽的花灯。观众朋友们，周末好，我是李素珍，欢迎收看财经快讯，我们将带您继续关注国内外的消息。1月9号上午，总统佐科威在西爪哇省茂武行宫会见了前来印尼进行国事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下一节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中国旅游业的相关消息。欢迎收看财经快讯。1月8号继香港特区和深圳等多个地区的管制开通后，以上是今天财经快讯的所有内容，感谢收看，祝大家健康平安。